力太强了，真的，我舍不得喊卡哎。这样子一圈下来，我头手快要这样。你想一想，小心这个人，好不好？推下去，不要，别这样子。我好累啊，再撑一下，我们现在在1.1公里，我们就可以登顶了。会长腿吗？看看那边。那么轻松的坐在那里，没有事情做，主持人在这边累得跟狗一样。你看看那边，这世界还有天理吗？吴力，我们开始要进入天堂路了。要进入天堂路了。对，我觉得你应该有讲错内容。这里开始要进入天堂路。才开始要进入天堂路。前面那一段是什么？请问就是非常轻松的爬坡而已啊！我听你在整笑哎，我听你在讲笑哎，前面就是天堂路，前面平均坡度还不到10%，那前面平均坡度多少？这边大概8%而已。前面8，然后这边开始10，是不是？十起跳。你觉得8跟10有什么差别吗？没有，没有差别啊，就天堂路啊，只是说一个天堂路就是这样子，一个天堂路是这样子。